滚着，家在子弟等候，路边上向太红太油鞭炮一声。你讲公车变？是。拍死！新车参与太阳太好啊！免礼免礼，但拢是家己的人。太阳太好，王君子啊，确实十分的美貌，连皇上我都看个得得。不错，这门婚事必定会真美满。殿下受不了。用我的世界规是哈尼啊多，为做偏偏干要叫我母仔囝做皇后，
听讲太皇太后已经选定你明年的春天要迎娶王凤萧入凤宫呢。看去，什么叫王凤萧？因为凤萧哪会死哦？根本不是死王的老祖。哎呦，皇上，你较细声啦！即摆外口拢是王母的新房呢。真正唔怪，今日要来中六中，甲太皇太后理论，定买娶死王的老祖。袂得啦，皇上，太皇太后本身就姓王的，你讲你唔娶王大人，你即摆要去干哪？路边死大生哦！你王母嘛一定袂了我的。皇上，其实路边刚刚你娶王母的查某囝，这是对的。是安怎讲？皇帝比皇后较大着无？对啊，安就对啊。以后王母若是欺负皇上，皇上就欺负皇后，啊，皇后是王母的查某囝，安尼你毋是会用出一口气？对啊，哼，王氏若敢真将来做皇后，伊一定好好啊对待，予伊的日子不得安宁。阿爹，哈里听讲中山魏王后一再上奏章，希望会当进京参加皇上的婚礼，是不是有这种代志啊？无唔对，确实是安尼。哦，但不知太皇太后是不是有应准？魏王后奏章拢伫迄个所在，这是一件小款代志，魏夫来处理就可以。唔免麻烦个太皇太后。我来讲，阿爹的意思是，这神容易上神难，绝对袂当让终身为皇后庆典。阿爹，终身为皇后是咱未来的亲，你是安怎一再阻止伊进京参加皇上的婚礼呢？不管魏王后是什么人，我只查一件代志，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来世上要紧。阿爹，魏王后只是要参加皇上的婚礼而已，哈里相信，伊并非正经要来争权夺势啊。你呀、啊，实在太单纯了。皇上渐渐长寿了，一旦的死亡在世中安下，恐惊皇上未阁听太皇太后的指示，嘛未当和父亲接压大权，何方患父？阿爹，就算讲魏王后永远未当到长安，太皇太后也同款会老去啊，皇上同款会大汉啊，总有一天。皇上袂阁再听任何人的话，皇上不但袂阁予你呼风唤雨，而且爱你的命，伊有咱王家的人，是无忠心之地。爹，你为什么唔悔改呢？你是我的后生，我坦白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悔改，因为不久将来大汉的天下就是我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是皇上，你就是我的宗主。我准备帮你做太子，你不免操心，你也更加欢喜呀。你看来，不是一个体面无数的秀气，而且有所多福，是天大的秘密。第一日，什么人都不知道。你若卡熟到，
我就要爱你的命。小哥，你真是见到皇上啊？皇上，一身体什么模样？你可对你讲什么？是，你讲话说听嘛，我也不是外人啊。好是好啊，也不过你是别人讲笑哦。太皇太后已经聘定你为皇后，什么人卖笑你嘞？我只不过是讲要知影皇上伊对你态度是如何啊。皇上，相貌多俊秀，看来本来温柔，表表相似心忧，诉我病痛。真好啊，只是啉淡薄仔酒尔，哪有什么心思啦？不，咱是夫妻，你当骗你爸人，也不过你骗不了我，你一定有困难呐、啊。小哥，大哥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应该喊我知影，我娘会想办法帮助你啊。我不心思，我不困难。我知影，你不是一个骗我的用心学分，我是真心真意地喜欢你。不过，
我无办法，终于出来离开的大门。我了解，咱的身份地位甲家世，拢相差太远了。不管你离家的人会反对，咱根本都无输配。唔对，咱真输配。只要你也答应，我愿意带你远走高飞。愿凭。姑娘就是风清哭泣啊，公主呀，你莫搁再踢笑我。哎，我不是伫咧踢笑你，你有可能变成风清哭泣。为啥？这种有帅气呢？就凭，只要你替我做一件代志，我可以请金武中公主，连你官票做美女。你若安尼？你的身份跟地位家世都真相配啊，可以名门正娶，同你远走高飞了。好，为了门票，不管上大山落幽点，我拢愿意做。李公主，你应该问看卖啊，该替伊做什么代志，才应该答应啊。哎呀，唔免问啦，为着你，我什么代志愿意做，若是爱我死，我嘛愿意啊。皇嫂，听说中山魏王后一再上诏将到长安，想要来参加皇上的大婚，但不知皇嫂是如何采决的呀？哦，正是有这个事情，哀家怎奈何不知情呢？皇嫂竟然不知影这件代志，这就要问安汉公了。伊到底将中山王爷诏章是藏伫个倒位啊？高庙，第二无愿意高庙，为着中山王爷代志心烦，何况高庙也有功气，不准王爷甲为报进京，所以这诏章无必要，搁再麻烦高庙重新的裁决啦。安汉公说得对啊，皇嫂。你这样信任王莽，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杨公子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啊，爱敢也未明白你的话意。皇嫂，这个王莽一枪。
点情，是上多声小情啊情啊。你分明存心来不断情，叫囝来感谢难安宁。阿妹，既然蒋公子对第二有所怀疑，我当然事关体切，归问三年，将出以后还插手调解，哀家不准。皇上将出啊，皇家的国将不将，本相的啊。皇上，臣妾是一片的忠心，我好了。不准你搁再挑拨是非，不讲，休怪哀家反面无情。可怪，你讲我那娘一直上早上来到长安。是啊，罗密今仔日透早伫个长福宫的外口，拄到金武忠公主，是伊甲罗密讲的啊。迄个时阵吼，金武忠公主的面色足歹看的哦。先生，算不知是王莽又搁甲忠公主作对啊。伊毋去予魏王爷来长安参加皇上婚礼啊！可恶！我那命已经真失望，嘛真伤心，真实在真不好。皇上，我早就讲过了嘛，阿母若是欺负咱，你就去欺负伊的查某囝嘛。看这各地的本事，还阁济了。明仔载是岁末腊日，朝廷名府、皇亲国戚，拢会进宫来跟太皇太后同饮酒。诶，王莽的查某囝是皇后，安尼伊有可能买进宫来哦。伊买进宫来便罢，伊若是进宫来，今日一定要让伊好看。